自制各种简单好玩的迷你文具。第二弹，胶片上画出视频中的尺寸裁剪，擦掉笔痕，可以用油性笔随便画一画，沿边边粘贴，超迷你的文件袋就完成了。装进我们之前制作的迷你文具，双面胶制作简易魔术贴，小贴纸装饰。用完的笔芯剪下一小段，梨形纸上贴上胶带，裁剪自己需要的宽度，彩色胶带、透明胶带都可以哦。撕下胶带绑在剪下来的笔芯上，边边尽量对齐，一圈一圈慢慢粘贴。修剪掉笔芯多余的部分，迷你胶带搞定，装进文件袋里，避免弄丢了。胶片上画出整套尺子，剪下来，可以再用便签稍加装饰，画上刻度，迷你套尺完成。卡纸对折，增加厚度，画上一大一小两个圆形裁剪，大圆戳个小孔，小圆中点固定一节牙签，组合在一起可以转动。大圆边边涂胶粘贴卡纸，制作笔筒，简单装饰一下，再制作一个五边形的小笔筒组合起来，用小卡片隔一下，迷你转转笔筒完成，容量还挺大，嘿嘿。学会了就一起做起来呀。